下一首歌，嗯，下一首歌是我们每一次大家那个呼声特别高，然后我们每一次都会表演，嗯，那基本上已经算是老梗的一首歌。刚才那首歌，我们也是像谁？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为了要让听障者也能够跟听人一样能够欣赏，就是说同样的能够感受到我们民国百年演奏的这种现场感，所以我们特别设计的节目。对，相信大家都很有听到这些声音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歌。